为了迎接第400万人口的到来，新北市府推出了住在新北涉及新北系列抽奖活动，广邀住在新北市尚未涉及的居民将户籍迁入新北，民众入籍还可以抽大奖。而活动代言人王彩华，他也特别到了三重户政事务所担任一日户籍员，受理民众快速迁入的服务。绑着双丸子头艺人王彩华大跳波比，不过诶，怎么他身上穿的是户政所背心？原来是王彩华跑到的三重户政所化身一日户籍员。谢谢。和户所同仁一起坐在快速迁入服务柜台，王彩华帮忙受理民众申请入籍，不到几分钟时间，民众马上就拿到了新的身份证。恭喜你，小姐，新北市的市民。恭喜，欢迎你，谢谢。身为涉及新北活动代言人，王彩华帮忙服务外，还不忘了要求大家一起来当他的好促宾。哎呀，就是一直觉得呢，这个新北市市长的带领之下呢，我都觉得我住在三重已经十几年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呢，就新北市很温暖，而且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而且规划得很好，所以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棒，所以我觉得住在新北市是非常开心又很快乐。不过不光是王彩华教民众，民众其实也可以互教。新北市现在推出团办到府服务，想要成为新北市民相当便利，新北市府会派行动服务车到团体指定地点办入籍服务，而且只要半小时民众就能拿到证件。到府服务的方式就是你只要呢，因为怕现在的人比较忙一点点，比较没有时间出来办，可能平常他们也都在上班，所以呢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只要你揪五个一起，然后一起办就可以了，他就会到府服务了，然后还会免费的帮你换户口名簿跟免费的帮你换身份证。新北市不止各户所都设置快速迁入柜台，现在又推出服务到家，一切走便民路线。这回还特地找来王彩华担任一日户籍员，要邀请民众一起入籍新北。记者樊亮，感谢去三重彭博道。